俊良老师好，声音非常好，而且非常有男子气概的这个感，唱歌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，其实可能也太久没有回到这个舞台，有点紧张，所以你在前面唱的时候，其实你很认真在唱，很用力在唱。其实这样的态度是对的，但是方式可以再轻松一点，让你的心情轻松一点。你在唱歌的部分呢，可能就不会这么紧，因为你前面这么紧，后面也这么紧，基本上层次就拉不出来。所以你前面因为太紧了，所以有些转音啊，有些地方可能就比较卡，尾音的处理上也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在音准上面。所以我觉得你再放轻松一点会更好。不过有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几波几波，那个有一个第二个一的样子哦，是有点裂音的。几波几波打出的，那个是故意的还是说你不小心唱出来的？应该我本来就有那种。沧桑的感觉，对对，沧桑的感觉。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感觉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，突然间出来的这样的东西，其实我是很喜欢，因为那个整首歌起来的味道会在那个部分会特别凸显出来，那个那样子的味道，我觉得很棒。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前面的地方再稍微自己让自己心情放轻松一点，我觉得这首歌诠释的会更好。好，谢老师。好，俊良老师好。OK。感觉出来，这个在外面身经百战的哈，哦，啊，你的声里头有一个种，有一个刷刷那个沙哑的，是你平常就会这样吗？还是今天不小心卡痰？没有，一直唱歌都有这种沙沙的感觉。哦，会有这个 feel， 对，很多，这个是不错的一个特色。但是我觉得，就说听得出来你的演唱经验现在其实还不错，然后站上这个舞台也没有什么。太生疏的感觉是，但我会建议就是说，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共鸣的方式，其实还可以再去拓展一下。哦，那因为我发现你唱歌比较会容易在喉咙太用力，那这也是容易出现沙哑的声音之一啊。那当然沙哑好几种，有一些譬如说有一些摇滚痛啊，它那种沙哑跟这种喉咙沙哑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我会觉得在发声上面，你再多去开发一些不同的可能性，那可能会帮助你以后日后唱各种不同的歌曲会更加的有空间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老师。那基本上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是不错的啦，但是还可以再进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老师。